算是一个钢板的在这边，钢板可以有记忆的啊，叫记忆钢板，知道吧？哎，像这种东西，那就比较专业一点了，是吧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您刚才说那个胶布在膝关节固定，没听明白。没听明白。这是个胶布啊，比方说这么宽，这么长一个胶布，两边这么一剪，是不是两边就分得差，中间还是连着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你把这个中间这一节就刚好把这个地方的韧带贴入，把这个底下呢不是分开了吗？就这么一贴，就这么一贴，看见没有？是不是像个蝴蝶状啊？对不对？我们中国叫蝶形胶布嘛。明白没有？这个蝶形胶布啊，是外科里面用的方法。你有创伤，有创口啊，比方说你碰破了，这个口子当时没办法缝合，都可以用胶布，用蝶形胶布把它封住的。你看蝶形胶布这么一打，是不是相当于把这皮肤拉过来的意思？知道吧？这样。就是外面卖的胶布，你把它一剪两端嘛，哇，一卷一卷的，我要黑胶布了，那是搞电线的，就是那外面摆一卷卷，3块多钱一卷吧，啊，塑料的，在那个什么胶砖嘛，哎，对对对，就那么夸张，对对对对。你们要是想学这个打固定啊，那到时候得专门一堂课讲，因为打固定好复杂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现在只教你们一个最容易受伤的部位的一个方法，啊，其实韩国还有一种方法叫贴布法，那个东西还难得买一些那个鬼东西，它那个胶啊就特别的有意思，知道吧？它粘上去以后啊，它特别容易粘，也特别容易拉下来，还不过敏的，知道吧？它有专门的一种胶纸。啊，那个比较特殊，弹性的那个太特殊了，那个东西好像不普及，那个玩意普及不了。这拉开了是竖着贴上去，横贴，竖着贴。你看啊，这是一个胶布，你把这边撕开了，这边撕开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要贴住这个韧带，对不对？啊，竖着贴。看见没有？贴三层。不是贴一层的，但是你说啊，这个地方容易开，没关系，用个胶纸把这里打一个圈圈嘛，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贴三层可以保护的啊，可以保护你的。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，就有点类似于你跟腱上端的有撕裂感。这个小腿什么位置？你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应该差不多，听没有？90度稍微放下一点，这是90度，90度啊，放在这儿，看到？有问题，这边一条腿放在前边，然后这个腰部不要用力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是所有拉腰的动作是最佳的，是最佳的。但我这个是中间肌，你这是由于有一个肌肉啊，知道吧？有一个肌肉，它这个肌肉呢叫做腰方肌，这个腰方肌过度紧张，明白吧？因为你一般来说我们做的时候后面没有那个东西垫，没有形成一个曲线，知道吧？那么现在呢，经常做的人呢，我那天看了一个网站啊，这个网站叫做 comfortable.com， 就 comfortable，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，知道吧？它是专门卖有一种坐垫，这个坐垫呢不贵，30多块钱一个。它这个坐垫是个什么东西？是一个成型的一个硬的，刚好把你的屁股放进去，但是它可以让你的腰啊很舒服的，你知道吧？它可以防止腰痛的那个东西，啊，可以防止腰痛啊，叫做 back comfortable， 对 ，back comfortable， 哎，专门有这一个网站，是美国的一个网站，它专门卖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卖这个东西，它是就是一个坐垫，就是一个坐垫。您说我们平时做的时候没有那个事情，是经常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平常做的时候都是这个姿势做的，看见没有？
都是做这个姿势，但是我们人保持这个姿势的时候，要靠后边和肋里边还有一条肌肉，里边还有一条肌肉啊，也帮助你形成这个。就是人呢、啊、是内外两个夹着你的这两个肌肉夹住你。那么你们要预防腰痛的话，除了刚刚 stretch 以外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什么呢？做腹肌练习。啊，有的人说，那我做每天做仰卧起坐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就是那个仰卧起坐就行了。那么怎么做法呢？有要求的，不是像运动员那样做两头起的啊，那做的累死你了，还是吧？我们要求你一天做20个仰卧起坐。这个仰卧起坐怎么做呢？虚举，膝关节是曲的啊。比方说我现在躺着啊，我现在躺着，把手放这儿，弯着的啊，只需要把头离开这个面，这个地面20公分就 OK 了 ，OK 行了。OK， 行了，慢一点做啊，不要这么很快很快的啊，就这样，你根据你呼吸节奏，20次，不要多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们可能有的人说，我后边痛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有没有人用过木桶啊？啊，如果这个木桶木盆啊，如果是松了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打个窟啊？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前面的腹肌有多少呢？从这儿到这儿都是腹肌，就是相当于打了一个窟啊，这个桶就不漏水了吗？明白吧？来，这样痛不痛？啊，跟我对抗一下，痛不痛？跟我对抗。这儿痛，这儿痛。对抗。往上啊。嗯。那你就是这个地方的肌肉被拉伤了嘛，在这儿是吧？对，是不是？你这已经有结节了，啊，这就在这儿是吧？对对，是吧？后一点点，这嗯，对对，结节，结节就是形成一个硬块了，里面有个硬块了，知道吧？小东啊，啊，这是肌肉问题了，看到没有？马杀鸡就好了，打羽毛球、打网球也得吃亏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看一个，重新看一个刚才拍那个。好。这个绝对放大镜头，脸部特写。抬起头来，露露，抬起头。谁害？脚后跟顶住。我这要专业搞，不成腰断了。哎，这个底下有软的也行，硬的行。这个有垫子啊，最好了，明白了吧？